今年大概已经186岁了。我在这地球上的任务就是拯救那些死鬼。当我灵魂出窍的时候，我就能看见那一个个孤魂野鬼。这可不是什么电影，这是我真实的生活。我只有四天的时间来让人起死回生。我是 Leda， 欢迎来到我的地盘。